以是状况剧吗？假手机。对啊。天哪，我们要变游泳池了！大家快看外面，我们好狼狈呀！先把水瓶拿过来。东西都先拿走。东西拿走。东西都先拿走。东西都先拿走。东西都先拿走。卡丁你也会来瞪了。气手，气手，气手了。我找不到鞋子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谁把我的笔垫？我的笔垫，你的笔垫吗？哎，我是说，气手啊，没用啊。哎，走到那个 B 区 ，B 区游客中心。走到游客中心。鞋子，我们的鞋子嘞？自己拿。太彩金没拿。我也不知道，先去游客中心。不要不交代。你没关系，你直接进来先。里面有皮包的，然后你要分散，赶快跑过去，赶快跑过去。哎，帮我扶着，然后录着一下，你扶着一下。有啊。那你要练习吗？小心穿过啊，小心。好狼狈。啊，拖鞋怎么办？就直接推过去吗？欸，要穿鞋吗？要，废话，要穿鞋。我跟你说，但鞋有怕两条走哎。穿鞋没有比较好，鞋会跑。你就出去，你就走出去，直接走出来，就走出去。快点去游客中心，快点。找一下，不用穿的啦。脚好烫哦。外面有伞。我跟你讲，认真的，不用穿的啦。不用穿了。